Hello， 今天又喝瑶瑶奶茶啊，这个是有四个口味，有墨香绿茶，有这个桃桃乌龙西兰红茶，还有这个阿萨姆经典经典奶茶阿萨姆。嗯，泡一个这个墨香绿茶，这个特别的方便啊，就是它里面有个奶茶包，就是咱们倒上水之后摇一摇就行了。我准备好好的这个温开水，有60多度吧。根据自己的口那个口味调啊，就是说你想喝浓一些的，就是说你可以少放一些水，建议是冲泡到这里。加上水之后呢，就开始摇一摇，摇摇摇，特别的香。通过袋子就可以看出已经发浓了，尝一下，好喝。这个是墨香绿茶，墨香绿茶味道，喝起来就是浓浓的茉莉香和绿茶的味道，特别的清新。尝一尝这个西兰红茶。这也好喝，这个像啥味道吗？这俩都好好喝呀，阿萨姆不用说是经典原味了，这个桃桃乌龙就是那个桃子味的，都特别的好喝啊，四个口味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个墨香绿茶真的好清新。视频主要交给一下单。